就係2014年嘅5月入UNIQLO做嘢，咁就而家做咗半年咗啦。咁一開頭入嚟就因為覺得 UNIQLO 間公司好大規模啦，可以學到好多嘢。咁事實上就真係學到好多嘢嘅。跟住譬如你學識咗除了一般嘅接衫等等，你學識咗與人相處嘅技巧啦，因為你會接咗好多唔同嘅客人啦，有小朋友嘅，咁可能要有耐性啲教佢嘅，咁大人可以傾多啲偈啊咁樣。咁就同啲客人相處嘅時候，好似朋友咁樣去推廣翻啲貨品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咯。咁一開頭都會擔心會唔會開咗學之後兼顧唔到學業啊等等，但因為其實公司彈性好夠嘅，同埋啲間嘅時間都有唔同啦，咁所以都令到我可以兼顧到學業同埋工作方面咯。咁而家就做得好開心。